为什么这么开心呢？有他帮我打扫，当然很开心。开始清扫。石头扫地机器人二代 RoboRack S6 首创自动辨识房间，自定清扫顺序、强度与时间，扫拖一次搞定，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等等一下，这不是台北田径场吗？木曜怎么可能有钱在这里办活动？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现在那个运动会场地有一点点问题，我们现在场地如果真的要用，可能要分在之前我们中后赛那边。国小不是不行，那个跑道怎么都是我刚跑了20圈一个接力。我们租借一个地方呢，费用上面会有点略贵，时间是不是也有点贵？对，如果是这样放在台北的话，我觉得说不定可以找一下我们之前合作过的人帮忙。合作过的人帮忙、之前大雄已经今非昔比。大雄吗？他现在已经是官船局的局长。怎么会是这样子？对，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们推广观光，推展观光，推展观光。问熊大可以，好像可以。对，问问看他有没有可能。好，那我们就去问一下官船局长。请问你们怎么会擅闯公署呢？请问我们想要办一个，你知道台湾的那个娱乐圈啊，一直没有一个，就是我们年末都不会有一个大型的运动会。是，我想让世界看到台北市是跟韩国、跟日本是一样的。我们年底就有一个集合所有今年表现优异的演艺人员，或者 OKI， 或者 Artist， 然后集合出来的一个很大的运动会，办一个大型的。对，台北市政府先投资我们300万，看看有没有投资300万，是不是？然后我们那个秘书可以带他出去吗？听我说，啊、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场地。是，那依照您刚刚进来这短短一两分钟内的说明，我就听得出来。你听出来吗？北田会不会太小？北田，如果你觉得北田这个场地 OK 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合作，看要不要帮忙办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运动赛事，到底可以协办这样子？可以协办啊，可以观众熊大依法行政、啊，熊大真的变很大了。是。怎么说？就是如果像民间台北市的某些单位有一个这样的需求，其实是可以跟台北市。当然，这没有问题。就是说，他只要发文来函，跟我们说他们有个办活动的需要，那希望台北市政府帮忙协助，不管是场地、经费等等的内容，只要来函跟我们说明一下，那我们就会看情况说，哦，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来举办，当然就可以来做一个协办的动作。哦，真的、啊？他如果说我阿嬷70大的时候想要办在一个红牌的地方，了解，让大家看见台北市这样。了解，谢谢您来信。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后续再跟您联络。事情就是这样，很抱歉打断你们情绪，就让我们从头来一次。全球的各位观众，你们好。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呢，是在台北田径场，总共可容纳20000名观众，是一座符合国际田径总会和国际足球总会认证的国际比赛场地。同时，我在这边很高兴地宣布，特别感谢协办单位台北市政府的支持，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时间拿下北田这么优秀的场地。同时，感谢厂商 Champion、K-Swiss、Columbia， 还有你我最爱喝的 Coca-Cola。接下来呢，我相信各位观众已经等不及了，在此我把麦克风交给今天特地第一次跟我们合作的视网膜担任我们的司仪，麻烦你了。大家好，我是视网膜，那我现在就在这边正式宣布运动会正式开始，奏乐，运
动员进场。首先领头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吉祥物熊赞，总是体力过剩的熊赞带领今天这群没睡饱的运动员们一起揭开序幕。接下来入场的是第一位挑战者，是目前订阅人数63万，以拍摄尺度较大的影片吸引观众，导致不适合在上班时间观看的《上班不要看》，但最近有走向连小学生都适合观赏的方向，难道是一种自我审查吗？毕竟贴了黄标就没有收入了。欢迎参赛成员汤马士、阿杰和蔡哥。接下来是订阅124万的频道，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唯一主题就是吃东西的千千进食中参赛者千千，但今天比的可不是大胃王比赛，这样子千千还有办法胜出吗？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后面出现的是号称拥有60000人团队，餐餐都吃鸵鸟蛋的南部天王团体，订阅125万的很爱言。虽然号称60000人，但今天却只有3个人参赛，分别是牛排、胡椒、蛇丸，这应该就是万人响应无人到场的精髓。接下来这一位是订阅人数131万，明明一点都不白痴，没有更新就不敢出去玩，每次讲话一定要带点黄色内容的白痴公主吃吃，她的不正经与我的严肃呈现强烈的对比，这么放荡形骸、荒腔走板的人，社会大众应该予以严厉谴责。以及目前台湾自由地区订阅数最高团体，订阅306万的这群人，也在今天莅临现场。而今天派出的参赛者是又黑又炭的尼克以及四方脸董仔，如此忙碌的大型团体竟然愿意派2个代表出席这种小活动，这主办单位究竟烧了多少通告费？接着进场的是单飞比较红的最大代表，近期频道订阅数直直往上冲，订阅人数已经达到53万的本本。不过据说他有养一只名叫香菜的鹦鹉，居然会用香菜这种补品来匿名，如此缺乏判断能力的行为，就足以显示他在这场运动会当中不具任何竞争力，根本不用比。在香菜本本之后出场的可是来头不 small， 明明就是在教 boring 的 English， 不过目前 subscriber 却已经可以累积到237万的惊人数字，让我们 welcome 阿滴 English 当中跟我同天 birthday 的阿滴以及滴妹一起来参加今天的比赛。接下来是台湾 YouTuber 的保姆，来自 YouTube 的 Isa， 也自称信义区的张君宁。而看来今天请到他，这一次运动会在 YouTube 上发烧一是势在必行，而他的出现也体现了媒体垄断的重要。最后压轴登场的是这一次的主办单位，订阅数已经突破146万，以一日系列红遍大街小巷的木曜四超玩，让我们欢迎他们的出场，由台哥领军带领昆达、昆尼、央央、阿布玛利亚以及秋寒进场。以上全部参赛者进场完毕，看来今天的比赛绝对是精彩万分，令人十分期待。接下来请全体运动员，让我们一起欣赏开场表演。今天运动会的开场表演是由庄敬高职一队演出，他们今年参与国防部办理的全国高级中学一队竞赛，获得全国冠军的佳绩，借由男女服装颜色的差异编排出变化多端的队形，利用巧妙的时间差呈现出令人惊艳的效果，搭配刀、枪、旗3种元素，呈现活泼又不失庄严、创新又不失传统的丰富表演内容，希望能为现场各位嘉宾展现出最震撼人心的精彩演出。
是，有请今天 Yarkis 全明星运动大会运动员代表台哥为我们进行宣誓。我现在就在这边宣布，分队正式开始，就这样。好了，各位，我们要进行分队了。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和右边有一个黑队跟白队的牌子。好，我现在呢，先抽出五位黑队的男生。当我抽出五位黑队男生的时候，是不是白队就自然形成了？对不对？哎，为什么？我们今天十位的嘉宾女孩子。每一个人轮流去抽出自己是黑队还是白队，是不是很紧张？很紧张。好了，我现在来抽黑队的第一号种子，好不好？另外一个最强的种子是达哥，加油！别让他们来。
感觉好像普遍偏帅，怎么样？
在跑步应该是看来百米就是要派出你们两个。走完 OK 吧？没有，百米每个人都要跑，每个人都要跑，每个人都要跑。每个人都要跑百米吗？每个人都要跑百米吗？来注意了，我刚刚听到你们的声音了。百米难道每一个人都要跑吗？对。我现在请我们的主审代表替我们解释一下百米赛跑的竞技规则，请。好的，各位运动员大家好。那这个很简单，起点在左啊，我一路奔向终点，大概就短短的100公里。可能就是跑第二 round 的人可以先看第一 round 的人跑，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派比较漂亮的。对，颜值是吧？你这样讲过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派。队长，你已经决定了吗？你们有前面是我来分配。你来，好，队长分配。好，我跟尼克两个人帮你把秒数通通拉回来。哦。我九个人帮你拉回来。OK，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啊，我可以，来来来来，我们两个，好，可以，好帅哦，没有，我对了，好帅哦。这是送给我们的吗？对，谢谢麦卡贝，谢谢麦卡贝。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订阅很爱演频道，对，很爱演频道。还有，谢谢，好，订阅了，订阅了，订阅频道。那这根就给我们了吗？对，这根就送给我们了。谢谢麦卡贝，谢谢麦卡贝。哇，你们两个也不同队。你是第几轮？第二轮。第二轮，来，我们再第二轮。哇，那你们两个是狭路相逢，对，直接干起来。互相怎么看对方的战力？嗯，我相当期待。你们俩好像哦。你也很像，再说。对啊，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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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好紧张哦，有一种回到小时候毕业的感觉。狭路相逢，有点兴奋。对对对对，他要开始了，好紧张哦，好紧张。我看看你们聊天，我就来了。都是我们，好累，剪不掉你们哎！胃好痛哦，怎么办？我需要医生。好了，各位。
都这样了。对不起，没关系啊，他们车好快啊，看不到车尾灯哎，太丢脸，超丢脸，对不起。哦，全集中呼吸啊！有，我看到，全集中呼吸。有，我知道你这个一定有。刚刚我们排队很多在前面呢，白白的。现在就看一下尼克的成绩了。来，芊芊，17秒09。哇，好嘞！尼克，泱泱16秒94。耶！尼克13秒86。哇！有可能是大会的前二成绩。漂亮，漂亮。都看好你，是不是？现在才看啊！我刚刚一直都看好你。对对对，他都没有留我了。好了，现在请第二round选手就位。怎么说？好，谁？马丽亚来受访一下。你刚才我看到你的速度，你几乎这样走的，怎么会这样？我也没有人看到我。没有看到你，而且他是这样，他也没有看前。我不知道怎么跑步，然后是这样吗？这样吗？是这样吗？这样吗？啊，跑步不知道吗？跑步是这样。不知道，这是什么？这里是呢，すごい。很好吧 ？OK OK OK。运动家精神哦，对，不然要你跑完呗、欸。对啊，赛场没人扛得动吧？让他跑完。还可以开玩笑，可以。我看洋洋给你一个鼓励好了。OK， 该不会是要亲一下？亲一下额头。你这一辈子、下一辈子都不会得到洋洋的吻。洋洋，你手给我收回去。听到我心脏在跳的那个声音，这样的，对，这样心脏跳好快啊，不是，对，我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好快，好紧张。
照顾他，我们拉他。哇操！防护员，防护员。哇！防护员，快一点，抽筋，抽筋。拉倒，拉倒。哇，拉倒，拉倒，拉倒。这里拉到，拉到。我后面给你这样子。好，这边都破皮了，擦伤了。啊！海哥，哎，你不要乱动。右脚不要用力，慢慢慢慢，先不要乱动。先躺着，先坐，先坐，先坐。哎，你先不要用力，先不要用力，没关系，没关系的。我们看哪里来，海哥？我们上一点。不过我们等你，没关系的。哦，这个拉的蛮重的。海哥走完，睡哦，睡哦。双丸都去了 ，OK 吧？双丸都去了，你还好吗？很低血糖，低血糖，五下，五下。哎，刚开始比赛就三个伤员，我就跟你讲说，你用白队跟蓝队，你好吗？果然是靠蔡哥跟尼克，怎么样拉都拉不回来。没事没事，蔡哥我们的队员越来越少了，没关系，这样大队接力比较会赢，先跑完先赢。我跟蔡哥就帮我们带多跑一趟，对对对对对。这样说不定还比较容易赢。天朝们讲讲，他讲是什么话？你想听一下你的成绩吗？哎，我可不可以只算前面那几秒？那不得了，换算，用推理，推理，算一下，差不多两分十四，很难的。妈，我刚刚速度就是13秒58的成绩啊。但是我们可以与有荣焉一下，今天的第一名是尼克哥，12秒7。被我吓到是才摔倒，运气好像不见了，人类摔倒，怎么消失这么快？那先大家先休息15分钟，然后我们跳远。好。哎，玛利亚不能这样子这样跑啊！海哥要跑，不能跑啊！我们要介绍一下伊莎以前是排球运动员哦。那你杀球通常会怎么样？好，做球给你，伊莎队长，嘿，杀球所以一定要杀，接球所以有一个球来了，真不好痛。先听我说，白黑队啊，你们先讨论一下，选出两位不用参加这个运动项目的选手。我自愿，达哥不参加了啦。哎，是我们这一队的吗？你要搞清楚你是哪一队的。底光的，腰不太好。好，球风喊的那个抖音盘。对，决定好了。我们现在不开玩笑，没有镜头。我们是认真的吗？认真要参加吗？哦，我认真的，精神可佩。有没有人觉得身体不舒服，可以先下，没关系。对啊，下，可以，下，我还好，但是我跳。没有，跳不也没关系啊。对对对，对啊，你 OK 吗 ？OK OK， 都可以。腰是不是不行了？想修的。好，我退。OK OK， 黑队都准备好，黑队你们先。我们选董仔，你把墙这样拿掉。人家刚走过来的时候扭到。我刚刚跑步的时候扭到。真的？对。我发现我做这姿势的时候不太舒服。不要忘了，我们是黑队啊，我会受伤，很容易受伤。喂。
们男生 OK 了 OK 了。哎，弟妹怎么跳过我？我是说你们男生，我第一个就指你。哦，对对 对, 对，你们男生。很棒，先生在那 ，OK 的。今天走了，走了，六六大走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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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哪里？不要，不可以不可以走，不要走，不可以走，不可以走，不可以走。对，第一棒谁？第二棒谁？第二棒谁？第二棒第二棒是谁？第二棒谁？是带头哦，第二个带头，带头。我跟你讲，你输定了。把千块拿掉。千块拿掉是吧？把千块拿掉。我内裤八公斤了，内裤八公斤，你们先脱。先不要脱，先不要脱，先不要脱。太多人要了，太多人要了。PK， 有没有同意？再决。来，正式来哦，预备。好，黑棒黑队第一棒，请就位。要靠蛇丸，蛇丸你不要勉强哦。来，预备。立马当先！哇！哇！好棒！的话要往前摔，不能往后摔。要往前，对，往前，往前，往前。杨，加油！杨，我们太快了，杨感觉强。杨，加油！护照准备好了吗？哎，先飞到日本，快点！收收收 ！OK。哇！干嘛？所以你刚刚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我跟各位讲，步伐很重要，步伐，谢谢大家，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有奖跟没奖一样，粒粒皆辛苦，对，举头望明月，低头吃便当，嗯，你准备好就 OK， 闭上眼的时间。不知道等一下要不要认真要好来芊芊的正式你准备好就 OK 哦，真的、啊？不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哈，做人可以原谅，可以原谅，要稍微看一下。
马应该我看过，应该是有跳远跳伞。你还没跳吗？那你们经过奥林匹克之前的跳远比赛，对于这个现在我们的跳远，我们2020年是要去日本参加奥运的。那今天又逆风啊！我刚才跳的时候是逆风，哎、欸，这个鞋子是顺风哦。鞋子不是我们家的鞋子，我刚飞上去的时候好像真的风有比较吹。这个可能，这可以吗？这个不行，还是我们偷偷摸摸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我给你们一次的机会，八个人一次的机会，看你们决定要用在谁身上。比如说你觉得汤妈有可能跳得很远，他踩线就让他再跳一次。好，用用用。所以来，汤妈请就位。你们那边是五六六，好，来支持正式，支持五六六，等一下，等一下。他有这招、哦？有啊，回马枪啊！你们可以这样，回马枪，好下午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哇！弟妹，哥哥的这个心情。弟妹应该，弟妹应该蛮会跳的，真的假的？我觉得。不要用掌声！可以，好顺，可以，好顺。我们是六六大顺。哇！小钟，怎么被九十八秒？温加油，温妮。他练长。加油，加油！哦，来一场正式哦。还在那边蹲这样子，对，连蹲的都帅，谁受了？这样蹲也可以，我谁受了？我看一看会恋爱。对啊，哇！ Oh my god， 跨越时空的偶像。Oh my god， Energy， 黑队呀！来，达哥的正式。你把我他在那里
黑队还有一次豁免权没有使用，你们也没有别的棒次了，就直接用点尼克吗？好了，你有办法再一次吗？那你跳一次，你有办法再一次吗？好，好，再一次，尼克，尼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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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各位不得了了，接下来下一个项目激烈了，我们先放个饭，大家中午吃个饭休息一下，下午继续比 ，check it out。被你开车了，一对一拔河勇敢。他说现在要跟我一对一拔河，一对一开拔，还是一对一拔沙沙河？哪个拔？你说清楚。幸好台哥没有来。喂，还真的是一对一开拔。边缘是 OK 的，没有什么，应该没什么。骨头这边边缘很连续的，没有看到什么骨折的裂线。对，那是 OK 的。好，就现在冰敷会痛，刚拉伤的时候里面会发炎，对，所以局部发炎会比较疼痛。我是两个礼拜能跑，这样不就不能跑了吧？不能，要休息。不行了吗？对，等一下还要继续录节目，才第一个项目就挂了。五个项目，就放假。因为没有热身。热身不够，对啊，然后就冲了，就这样。小麦娘生电了，真的。这还好吗？我哎，你 OK？ 你 OK 吗？我很好。OK OK。恢复了。真的吗 ？OK OK。帮我们队拿到胜利了。真的。他跳得很好，他跳得很好。三组的小票。可以，关起来我不怕了。看张宏，可以找他。台哥，I'm sorry about that。可能你今天要 replace 我的位置。啊，真假的？你台哥受伤了。我受伤了，是真的。所以我要带，我要干嘛？黑队队长。哎，等等等等，你先拿椅子啊，坐一下椅子。我想说，我是不是转赛场？然后你就带进我，好，好不好？好，我们一定要赢得这场比赛。赢得这场比赛没问题。一定要赢，需要麻烦一下。好，真的。OK OK。听说花园被挤。海哥，还有谁？我听说你刚刚飞起来是不是？刚飞的，刚飞的。
接出镜了。好近哦。我刚看到那段影片，他这样飞起来的。我你有没有给他来看你的片子？我看一下。是国小冠军。我国小冠军，我跟你讲，我这是输给他。你先不要讲国小，就是你现在事情，我看一下。我第三名。第二名谁？尼克啊。尼克。你说真的，我没有看错，我可以数你到五个。你两位，这是抽签抽到的，抽到抽到强烈。我是看中你们两个，真的。我今天要不是这样，我跟你讲，你应该会超越塔哥。我跟你讲，我不应该跟你跑，我如果跟玛利亚一起跑就好了。哎，就哎，对不对？抽到哎，他很夸张，12秒多哎。不一定要把这种东西，我们一定要讲出来。其实是说，你如果没有摔倒，应该是11秒多了。这个东西有点夸张。比方说，我略输他一点，对，这个观众就可以接受。如果说我还赢他，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啊，你自己没办法。好，台哥先走，没有，我先走。哎，这个是禁药。提早享受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行。啊，那边可以坐，那边可以坐。先不。海哥，你这个伤势还可以吧？我跟你讲，真的，今天哦，不是我这个伤势的话，真的我应该在这边。你知道哦，驰骋在这个运动场上，亏你还跟达哥凹了一双钉鞋，用不到使用时间47秒就去了。你居然讲这种话，我以前是用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是。哎，我觉得我们两个是这样，我现在忽然间状态好了，就去了，是吗？我现在整个 OK 了，这是一个伤势转移啊，真的，总算看一个转移啊，真的，这就是一种叫替代。期待，而且呢，黑队不能一直没有台哥，赛制上会有影响。还好我们找到了一位，在网络上声量跟你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老人，欢迎郭琦。听我说，因为我们分两队，对不对？男女混合比赛，难免在体力的先天上面会有一些限制，觉得男生仿佛有一些东西会比较有力，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比赛呢，是交给女生来决定，看的是技巧跟稳定。等一下要射箭，射了，对。马哥怎么开这种梗？那我觉得男生也擅长的，对啊，男生他们也没有射不好。但我们追求的是力与美，技巧与美。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在旁边哈，每个人男生的队员会发一个望远镜，然后可以看那个同伴射的那个靶的位置，这样大家懂哈。我觉得不会有人看靶。好，你是这样觉得吗？好，你是这么觉得吗？好，你是这么觉得吗？你是这么觉得吗？欢迎Eric进来。Eric现在帮我们讲两句话。好了，那我就请那个教练，你帮我们解说一下这一趴的规则。那每队会有不会选择，那我们会是两个选择，然后一个单杆，就是总共三杆，然后才三杆两杆射。然后待会我们需要各队一位代表进行猜拳，看谁会先发射。看谁先发射，谁先不要射。二三杆的时候，我会看前面第一分杆先射。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射箭了。好，来，切给到，开射，切给到，切给到。
分享一下他的事情。他看我们，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发给我们望远镜，然后再发给我们棉裤，到底是什么意思？手铐已经要脱着，好，那可以固定的手，对，好，对对对，紧张，加油，加油，加油 ，OK 了 ，OK
不要乱带带哦！哪里啊？哇！哇！快点吧，快点吧！你背对要快点无啦？啊，哪会累哦？休息休息。你要站站站站站站站。好了，各位，现在两队进行这个组合的分配。我在这边给一个战术上的建议，我觉得应该是用体重来选。就是最完美的情况是两两都是抓在平均值上，这样移动速度就会快。所以是一男一女嘛？我们提倡一男一女。在这之前，我先讲一下规则。地上有两个起点，有没有？白队在一边，黑队在一边，十个人共分成五组。通过这个白色的起点之后，就要变成两人两角的状态。然后过去前面，有没有看到三角锥？两队都有一个。绕过三角锥回来，通过白色的起点回来以后呢，第二组就出去。那我们时间是计五组接力，最快的那一组直升机。你们先讨论分组吧。好，来。我刚本来是想说就是一男一女啊，但是他只是提倡，对，不是这是不一定要的。那所以说如果有男男或者女女的话，我觉得问题比较在是男男，因为男男我们的体重都是比较重，所以这会比较是吃力的状况。背的会比较快吗？背的应该会比较快。阿迪比较重要，阿迪要保护腰，对，要保护腰。我想背阿迪。好，没有，我觉得可以。我靠！可以，我可以背阿尼。不要走，我一定要背阿尼。抱歉，主持人。哎，哇！好想跟温妮交往。我真帅。现在到底怎么样？原来是自己在没底。没关系，打死。如果因为你们两个现在是跑步最快嘛，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们两个是背最轻的，是你们两个速度会变很快。就感觉像是我们直接在跑。然后我的建议啦，你们直接放弃我，因为我的体能应该是比较偏不好，所以就是背我。没有，应该是你应该选最轻的，所以你才不会跑不动。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有个人加速。我被指定驾驶，我被指定要跟有驾驶的人一起。指定驾驶的概念，有驾驶。你看我没有减肥。哈
男生背女生，然后阿弟背背这样。可以吗？还是我们一个背阿弟？可以啊，一个背阿弟。哎，那女生一个背女生。好啊，我就是旁边我。好，来。聊完了。看你好轻哦。好像很轻，有点开心，同意感觉比较稳。因为我可以这样啊，对啊，女生不可以，女生不敢，对啊。那剩下我们三个男生是都背女生吗？对，我觉得要背女生，他很好吃。我觉得泱泱背，背过那个。九任，排队这边还 OK 吗 ？OK。不，你们用背的战术哦。好。你们有看到我们刚刚示范的最省力的方法吗？什么？那个阿良跟雷拉过来，来注意看，现在那个我们示范一个最轻松的。量了两脚，对不对？对。好，准备110，要说。好。哎，可以这样吗？对啊。不是啊，这绝对不是啊，你荷兰的。预备开始。不行。为什么？我同时两只脚放下来。你刚刚是不是这样跟我讲？算是一个漏洞。好好，那我再问你，如果是一个人在地上爬，有手。那什么？老岸推车，老岸推车。我觉得你们三个就背的最安全，背的对，你倒也是我们贵，哦，可以呢，女生。很乖呢，你要回来了啦！哎，我回屏东了，回屏东了。但是胡椒，你在屏东没房子，在泱泱啊。那我跟谁？你不是弟妹就是那个两面或本本，对的，因为对手的，对啊，扛感觉蛮强，漏到战车，好，那你试下看，你蹲下，蔡哥，蹲下，哎，我们可以，哎，小心哦，本本，可以，我可以超快的，你好轻哦，要下来。OK 吧，小心安全第一。OK， 摔了摔，一次摔就两个。我也可以啊。哎，我前面就是我。我跟你讲，他安排错了。我是黄忠啊，老将应该去射箭嘛，他叫我去他妈跑100公尺，对不对？接会差距啊，我反面，我没有看到一个很帅的，现在是
谢谢谢谢。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没事没事，队长，台哥来了，台哥，台哥，我刚才就说嘛，你一定要每一个人用过的以后不能再用，所以刚刮吉就输在给稿。对不起。他虽然说手已经下去都不行了，他还是用普通前进。对，这个就是运动精神。还是我们先下赢了。哎，没有吧？好了，我跟你讲，因为比赛还没结束，但是呢，时间也过得很快，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项了。热完身吃完饭，最后一个是团队力的展现，是大队接力。天哪，十个人跑两圈半，没有很多啊，两圈半我们先转场，十个人下一项大队接力。来插我听到了，真正的不，我很重啊！不，我很重啊！你小心了啦，感觉会上高。不是你，我要来了。开始，哥痛了，好，按得重吗？别重吗？开始了，开始，开始了。开始了，注意哦，开始了。现在开始了。有台高腿，然后痛的这样还。一到晚上才开始。几个换尿布了，裤子湿了。为什么动不了？裤子都湿了。为什么？你不注意，裤子都湿了。快了。你怎么湿了？你怎么湿了？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项团队力的表现，大队接力。我们先请主审示范一下简单的大队接力的规则跟要注意的地方。好的，好，那这个大队接力，它总共十个人，所以有十棒。那起点是那边，我们二三跑道是起点，所以依序起点是一棒 ，A 是第二棒 ，D 是第三棒，然后 C 是第四棒，然后再来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冲向终点。第一棒，第二棒。到抢到第三棒到一的那个人的时候，就可以抢跑道，谁最快可以跑第一跑道。这边呢，我会请我们的两个师大的那个女士的教练来示范一下这个传接怎么行动。对。然后一个小技巧，通常第一棒跟最后一棒都是强棒，都是强棒，二三四都可以依序的去裁棒你们的顺序。好，那就开始黑跟白就自由发挥了。大哥压走了，大哥压走，大哥压走。那你们一二拉，然后我们两个中间拉，女生穿插，可以，好，同这样好不好？哎，女生跑得快是不是？是，我们可以保持前面。还是让前面跑第二棒。好好，这么软的，后面男生那里枪好了。好，重责大家交给你了。交给你了。第三棒。怎么有一个？哎，不好意思，不无聊，不无聊。你还有什么要说？你要什么要说？我就是因为受伤了。对，要不然的话啊。要不然也赢不了你。我说完了，没关系，你在那边继续坐着。我觉得你一定要压后。要，嗯。胡椒是不是也还行？很想要撞他们，跑步没那么快哦。他刚刚应该好险的。他一开始跑到后面，泰哥，然后尼克最后一棒。我想要在石王后面，我帮他拉一点。那就石王，我帮他拖一点跑步的距离。他快到的时候，我们往后走一点，然后帮他早点接棒。咚咚咚，提早接棒，所以他是五二吗？好。那我们最后是阿杰，怎么了？大哥最后，好，最后。
看到大家这样排棒次，我觉得既然没有办法参与，我真的情何以堪呢、啊？真的运动啊很重要，暖身太重要。我今天这局怎么办？只要观众失望，现在痛苦，每个人都很痛苦。倒带想看后面有什么奇迹出现，倒带一直重复倒带看这一段，没有，就是摔倒了。以为是玩什么梗？没有梗，就是脱开，没有了。那我。做体操比跑步还累。花姐，花姐，尺度大开。各自带开。对吧？哎，你看你后面的对手啦，太强了吧！太强了吧！他以为长头发就会赢吗？你想抓头发？我等一下抓头发。有没有说不能打架？不能。可以吧？看到了对手，可以，比较放心一点。比较放心。但是还是不会，不会让步，不会让步，不让的，男人的对决。Oh!
看这看不到车尾灯，没事的。没事办这什么运动会吗？累死了。你用我棉花球，棉花球快点！你最后那个整个爆发，尤其你在最后的冲刺的时候，啪是这样出去的。我们这队就差一个台哥，这是台哥，因为最后一棒你跟达哥都很强，嗯，就差一个机会，对，就差你啊，真的差一点。我跟你讲，真的，我跟你讲，遗憾，真的遗憾，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真的不行。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先讲一下，我先讲一下，我先讲一下。我先讲一下，妈的，这样不行，干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讲，我要解释一下，我先讲一下，我先讲。来，两队，两队，中央五级。哎，我先讲一下，我先讲一下，妈的。我跟你讲，超危险，超危险。各位，各位，请问怎么样？大家应该先。我先讲一下，好不好？因为你都没有用我们的强项，你知道，而且我又受伤。你言下之意是说，白队今天趁着你受伤，胜之不武。有一点我不敢这样讲，我是不敢这样讲。我先公布这个台哥负伤的百米赛跑的成绩，白队总和加总时间是182.01秒。黑队是哈，哇，怎样？370.49秒，我们分数比他多这么多，两倍，大胜啊！掌声鼓励，大胜！跳远成绩，跳远怎样？排队，总和距离22.85公尺，22.85，不错。黑队总和成绩20.37公尺，少的赢吧？少的赢。白队是，对啊，一样，那个射箭赢了。不是，我们还有一个不是赢了吗？跳远啊！总和成绩。他在讲反话。大力接力，大力接力。我还以为他真的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好，我在讲反话。因为我们赢了，所以是4-1没问题。我跟你讲，修恨修恨，8-1修恨的。8-1算十分。我们综艺节目都是这样，八二是1000分，前面一个项目1分。你们要拼一个吗？八折了，要拼一个吗？要吗？不要啊！我们今天就要。台哥，那你说服白队，给他们一个跟你拼的理由。修恨呢？啊！要看哪个？不然这样子好像有点诱因啊。因为我们其实今天有准备那个丰厚的奖品给冠军队，户外品牌的领导品牌哥伦比亚的10万购物金。哇，那如果等一下拔河，对不对？假设是黑队获胜的话，我们今天就算是4-3这样。但如果是白队，白队所有的人以后来募药，通告费调涨20%。我跟你讲啦。你们要是赢了拔河，哎，我差，他们要赢了拔河，我加码5万给他们，掌声鼓励，可以了吧？可以了，对不对？太多了吧，一个我好像多了一点。哎，如果我们赢了就没了。对啊，你们赢了之后数字比较好看的，就是4-3。什么叫好看？那你们那边已经就拿5万，我都输那个5万，我们你果然是一员。好了，那确定要凹一个了。好，来准备进拔河的项目，这个样。这是我们要撑过他们的第一、二轮。拔河要兴奋兴奋。你拥有3个体重最重。你在跟讨论战术的吗？对，在跟讨论。不是要啊，这5万块多少还是5万的、啊，对，该拿的还是要拿。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没有可能。对，我觉得我们会赢，就12万就行了。我觉得我们会赢。可是那个5万的话，讲的那么轻松，5万就等于是你们一个人有1万5千块购物金的意思，因为你们10个人嘛，对，5万再加上5千，你们就有1万。有人会把拉着这个往后躺，然后我记得是整个上，对。我们用速度取胜到最后，对，速战速决。来，白队是不是要来搞一套那个？4-8，4-8，1、2、3、4-8。4-8，跳的那个。4-8。
赢的是4-3，是为了荣耀，那就没有礼物了。想要礼物？我就要，我就要，我就要。要那拔河正常来讲，前面是撞的还是撞后面是？那他说前撞后撞。那他讲他刚才权威发言，前强后强，中间弱没关系。好，那我中间，然后面是中间吧。我跟你讲，如果强的都排在前面，就是拼爆发的。我们不适合持久战，刚刚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我们跑不久了，所以我们四方连着进，连着，然后全部男生都前面。好，等一下，一开始就是一二杀。我们杀三次啊，没有赢就放。一二三，我们杀杀放啊，没有赢的，好厉害，好厉害的。好了，各位，帮你们争取到了。如果你们等下拔河赢的话，对不对？再提供给你们价值68000块的坑爹的背包，一人两个。怎么那么好？然后我们可以再拿背包去换成现金吗？看你是用虾皮或者是虾皮卖，你可以用虾皮。我们不能让拔河这个东西，如果黑队赢了，今天的比赛就算是黑队获胜，这个太重要，因为前面大家咸鱼类的表现很重要。我们实际也不会。我们今天是拼一个荣耀，所以我刚刚已经跟哥伦比亚凹到，如果等一下黑队拔河获胜，他们会提供价值68000块的成果送给黑队。所以你一句话，你那50000块，白队赢了给白队，黑队赢了给黑队，你说这样好不好？让他抢过，打游戏了。等一下，白队赞，等一下，白队赢了有15万。黑队赢的有118000，他们这样才有 feel， 懂吗？只有你好。再排队来一个，这个，再排队来一个，没问题。快，给了。因为你今天刚好也没什么贡献，通告费拿出来刚好。通告费这么多啊？没有，不到。等下贴一下。好了啦，一人50000，对不对？好了。哇，我们。我觉得我们很像就是文组跟理组的差别，是高中是我们是文组班。爆发！对，口斗。刚刚舌吻直接呛了，舌吻差点要用一只手。舌吻看一二三了，我才用嘴巴用咬的，你知道吗？吓到！所以我就喜欢你这种嚣张的态度是对的。对啊，你咬掰啦！那我们前面太谦虚了。对啊，对啊。我跟你讲啦，等下下一把舌吻你用耳后跟夹，好不好？直接耳后跟夹住，啪，然后耳朵就飞出去了。这有对策吗？啊？没有对策吗？有啊，我们一二耶！刚才跌倒。
我们杀三次啊，没有赢就放。一二三。我跟你讲，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的作战是前面先连拉五次？我觉得前面那五个只要撑住那个男生。讲起来好简单哦，前面那五个好难撑哦。怎么讲起来这么简单？要撑啊！一个蛇丸真的会差距这么大？他们总额体重是两倍，他们等于是十一个人，所以他们总额体重是两倍以上。大蛇，不要砍断，我们要趁胜追击，快点！哎，他们在谈什么？谈什么？不要浪费我们时间，不要谈。啊，我们现在嚣张起来了。对啊，明明赢了之后还是输呀。对啊，嚣张。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凹了，不知道他们凹了，还在嚣张。我跟你讲，真的，蛇丸真的是扳回一城呐、啊，对啦，好不好？我们有进步吗？力气真的好大哦，但是我们还是赢了。没有五千块而已，那个身体最好，没问题，安全比较重要。对，好了，恭喜黑队肥水不落万人田，得到台中的五万元。耶！敢不敢啦？我们十一万八修黑，你跟他拼了啦！来啊，再拼拔河啊！拼拔河啦！蛇丸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差差了，就是哦。他一个人就可以拉他全部，蛇丸一个人拉赢全部。那我差多少？一个人就拉全部。太屌了，太屌了！颁奖典礼了啦，颁了啦 ，check it out 了啦。哦，切。好了，经过刚刚那个会外赛的激战，首先呢，先恭喜黑队守住了台哥的奖金。好了，经过这个今天一整天激烈的比赛啊，我们无疑就是想推广一个运动习惯、运动精神。你让我们平常这一群在 YouTube 上奋斗的人呢，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可以交流一下。那接下来我就要进行颁奖。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协办单位台北市政府的代表学姐黄静莹以及熊赛来帮我们颁奖。刚刚呢，拔河由黑队获胜，拔河是我们的加权比重，所以最后总比分是白队四分，黑队三分。今天的第一届全明星运动大会由白队获胜。队长，请上到颁奖台。好，现在请学姐替我们颁奖，先颁冠军。奖杯是象征着力与美 ，Yakis 之王以台哥的模型做基准设计的奖杯，恭喜白队。亚军是由台哥作为基准的一个 Beta 版。现在黑队可以拿到台哥的五万元奖金之外，可以得到68000元，价值68000元的哥伦比亚的包包。冠军呢，获得哥伦比亚的10万购物金。好的，在此呢，我也要宣布 ，Yakis 的全明星运动大会的 MVP 是坤达哥，恭喜坤达哥！所有的成绩皆是最优异，坤达哥可以得到。MVP 特别的奖品，价值99800的背包，是不是？恭喜达哥！一个玩笑，一个玩笑。而且不得了了，刚刚老板娘在现场加码，说要再给今天的 MVP 10000元现金的加油补贴，恭喜 MVP！ 我花钱买的不是 MVP 吗？花钱买的通常是叫做董事或是干爹，不是 MVP。谢谢。把我的那个协办单位把我名字写上去。会的。好的，在这边恭喜白队黑队，
2019 YAPIS 全明星运动大会在这边，哎，冠军有点感伤，我们第一届算是圆满成功，大家明年见。2019 YAPIS 全明星运动大会，成功！试抄完或者该做一日系列，走到现在124集，跟前期相比，制作的难度真的有所提升。不管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我们的状态上，都需要更好、更大、更多的力气，才能够提供给大家更新、更好的娱乐。怎么说呢？不讳言的，最近的一日系列也许没有让大家感到那么的刺激以及新鲜。所以也许大家觉得我们是不是累了，但就算这样想，还是愿意准时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我们也许会累，但我们绝对不会放弃，状态有高有低，但只要还有斗志，就一定可以做出新的令人感动的作品。经过漫长的筹备与所有参与者的奉献，运动会终于跟大家见面了。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小时候羡慕日本的节目，长大了一点以后羡慕美国的节目，到了现在我们羡慕韩国的节目。所以这一次我们试着自己做做看，当然了，距离实现梦想还很遥远，但有一天一定要做出令人羡慕的节目，令大家羡慕台湾。最后谢谢每一位新媒体上面打拼的伙伴们。很多人会问我们说，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为自己想过很快就不红了到底该怎么办。其实这说真的没有错，做这行没有明确的未来，我们就是一群亡命之徒，选择在此刻用尽所有的力气在世界中绽放我们自己的光芒，也因为这个光芒呢稍纵即逝，所以我觉得才造就了现在台湾的新媒体才这么美丽。今天是圣诞节，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很快到了2020，鼠年一定是属于木曜的，属于你我的一年。200万订阅，等着我们，大家新年快乐。